持，我也有机会参政。总共五届，从州到中央，所以我要坦白告诉国方，玩玩执政党，也就是国政的政府，要定向，要利用很多可以说的功夫、脑筋、努力来处理各民族的敏感的问题和各民族不同的意愿和要求。因为大比上呢，对华人有利的，对是对马来同胞不利的；对马来同胞有利的，对我们是不利的。也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之下，政府要定下一些政策，使到人民大多数能够接受，能够接受。所以这一项工作不是简单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把稳定当作理所当然。